哇哦 ，Infinity Pool 啊！Hello， 这个是他们的 lobby， 现在是的时间是 check out 的时间，所以会特别多人。跟你们讲啊，你来这边要拿 number 的 check in， 要记得拿 number 啊，不然你傻傻等在那边排队就 ，oh no， 要记得去拿 number。我给你们看，它的装潢就是金色。后面有人 ，OK， 然后我来这边，它这里有一间咖啡。刚才我快速转，所以会有点远，也量一下哈。然后它这边有，我很想吃，我肚子饿。它这边，它做的很英式风哦，它的椅子很英式风。我的心，你放在哪里？哇！你还爱我吗？我还爱你。哇！嗨，这里是妹妹频道，不是唱歌。是，我是大妹。我是小妹。嗯，今天我们没有开箱啊，不是没有开箱，我们是已经是啊入住一晚后的体验感。对，就是给分享给你们，在小红书这样多 comment 的之前，我们也来体验这间网红酒店。对，所以呢，刚才小妹是从外面进来，只是因为要拍给你们看外面酒。嗯，对，我们也是跟他去。看我光脚。是是。可以擦衣服。外面是这样的，两间房。对对对对。好，大美要去那边。它其实是一个岗位，它是有两间房，然后一个大门关着，然后它是比较私密一点，然后所以就进来这里 ，OK， 所以，我们关门先。由于它的酒店是两间一起连起来，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，我们的感想。两间连起来是怎样？OK， 记得这个是体验感呢，我们只说我们的体验感。对 ，OK， 然后所以呢，它是这个蓝色，然后它其实是不会狭窄的，它是 OK 的。然后它这里的睡沙、OK， 有的房间他们是会，你们记得吗？他是会给你们一个卡，如果是要打扫还是要安静的东西，是要给你们挂在外面的嘛？现在新时代不一样啊，他就是叫你安巴登的，然后他就会反映去外面。OK， 然后他的睡很简单，就是在这里。很简单，三个吧。三个吧，然后他 icon 也是在这边。OK。然后他的厕所就直接一进来就是这里，其实他厕所很干净。OK， 他的装设计蛮 OK 的。对，然后就是他会给他，不要以为他是三星级哦，然后他没有给这些东西，他必要的东西还是会给哦，他连牙刷也是有给，所以不用担心。然后还有它的洗手哦。洗手的话比较 special， 它是要 press 中下去。啊，对对对，你们不要以为它是镜子啊，然后没有啊，其实是要去按的。有我看到小红书有的人讲说它的这个宣布哦是没有的，用按一下就没有了。可是问题我们已经按了两天的话还是有的。可能那些有一些是忘记 review 了。所以要处理安下去。哦，老师，不过我觉得他的厕所有点小啊。可以吗？对啊，可以啦。可以啊。以我的身体是可以的。所以是 OK 的。OK。他是 OK， 蛮干净的。
因为可能还新的关系啦，所以我们觉得是好像是今年才开张吧，对对对，嗯，今年2023，对，就是尽量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那个环境咯，因为我个人还是觉得大美个人觉得有点小贱，不过以它的那个价钱来说，就是性价比对很高了的已经是啊，不要嫌咯。OK， 然后我们在这边，哦，还是有一个。OK， 它 aircon 其实对我们来说蛮冷的。它 aircon 是这样的，一粒的。对对对，我的妹妹住的那间店，她就说她的半夜就没有 aircon。So 就叫人家来 service， 这样她晚上半夜哦都是有人来 service， 所以是 OK 的。然后所以她这里是挂衣服啊，然后这边，因为我们住了几年了，所以我们知道它里面是什么。这个是保险箱。OK，所以不要要开嘛，那就是保险箱。给你们看一下，保险箱。然后它好像做一个步步车的形状，有没有？有冰箱哦，冰箱在这边哦。OK。然后还有多有热水壶啊，还有可以烫衣服哦。它运躲在楼上。对对对。Iron Bot， 它肯定知道 Iron Bot。然后还有给两个鞋。鞋子。还有 coffee。OK， 好，我现在换大美。OK， 大美，大美，你看你的电话有没有老古董？是，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开啊，好像哎，这应该是放棒棒毛毯，拿到毛毯的话 ，OK， 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吧，还有一个床的灯。其实他房间蛮亮的。对，房间是蛮亮，不过就是你看他走了，我要写着走一点点的。是，不要小心哦，不小心会撞到旁边。那边是那种类似像是玻璃的材质啊，应该是，就给你有一个设计的感觉，就不会空空。这边放 LED 哦，所以看着会比较亮哦。然后有电视机啊，它电视机是在这边，不是在中间。电视机收发是 OK 的，然后还有这边另外一边的床头灯，还有这个开关应该是，对，可以开关一些灯，还有插头，它插头有 USB， 然后还有这个插座。就是这个放大镜的灯，还有不是放大镜的灯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镜子，还有一个大的镜子给你，还有一个梳妆台，梳妆台里面是空的橱，有它是放吹风头，放吹风头的，我们拿出来啊，它这放的蛮不错的，我觉得蛮大风一下，要不然啊，我觉得蛮大风一下的。然后至于外面的景色呢，就是这样，哇。曝光，等一下我要过来。就是外面的景色啊，现在有一些烟霾啊。对，现在有烟霾，所以拍了一点蒙。对。所以不是我相机蒙，是烟霾。OK。OK， 我们回来。回来。对，就是体验的感觉吧。来，我们回到来这边。这是体验的哈，来，我先讲先，因为我们是入住了第二天的早上了。我说话，我觉得它的隔音。小妹，你觉得 OK 吗？不 OK， 不 OK。我是觉得，因为我觉得你看啊，它的墙壁是实心的，它不是那种好像木板隔着，它真的是间有放那种砖块啊，还是 concrete 那些，不过隔音很不好哎，尤其是隔壁好像出去的时候，嘣哇！你半夜如果是隔壁一直进出，你会吓到嘣出来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因为太靠近了，所以它关门声嘣。哦、有人吓到，很大声。对，很大声。就如果是隔壁可能讲秘密还是讲话太大声了，还是有一堆的朋友在那边玩的，肯定我们不能睡啊，不能睡的。或者是如果是你的话，我相信你会 call 去那个 reception 那边跟他讲你隔壁很乱，要求换房间还是怎么样。这是他的缺点啊，我觉得。然后还有，你可以站这边。我也站这边。OK。不过我要讲的东西就是针对这个隔音的东西，他的确他的酒店。他门那边做的没有这样好，因为我就觉得相信是他的门开关那边漏到这样大声的。剩下的我觉得蛮舒服，剩下给小妹讲。走廊声音 OK 吗？走廊声音？走廊你会听到很乱吗？因为我们昨天半夜差不多接近半夜才回，所以我觉得走廊那边我没有去注意啦。你呢？走廊。就是在他们清洁的人打扫是有听到一点点啦。对。就是听到门声很大声。他门是这样啊，就可能他的门那边，
那个控制那个快慢的速度啊，就开关了。可能那边要加强一下。我其实是他们在外面打扫，我们听到一清二楚。嗯，然后他床是好睡的。哦，他床不错，真的。哦，真的是好睡。对。然后他给两粒枕头，一个硬，一个软，真的很好睡。是是是。所以说，因为这间酒店是三粒星，然后他价钱是非常的便宜，他价钱是在200的以下，所以他的地点是很棒的。它的价钱又 OK， 它地点就是在你走出去，你可以去百威店，然后另外一边又可以去苏埃旺，很近很近的距离，就是10到15分钟吧，然后又这样便宜，真的是很难找。还有就是它的 car park per entry 的7块钱，嗯，超值得。啊，你们反正都要在附近走的话，是可以在这里住的。嗯 ，OK， 这样你们看到我们影片，如果想留言的话，请在楼下留言。还有记得 subscribe， 还有 share、你们不要只是看不了啦，如果你们要想要了解其他的 hotel 的话，记得要 subscribe， 因为我们会时不时去介绍其他间的地方和酒店。嗯，给你们不会踩雷，耶，拜拜。哦，这个是我们从电梯一出来的那个样子，还有它的走廊。哦，这边遇到小妹，你看她的那个 lobby 很漂亮一些，不是 lobby， 所以电梯出来的。电梯的位置。对，电梯的位置，漂亮哎，我觉得。你可以看，带你们来看一下她的设计，还有设计的嘞，其实。时尚要到了。我觉得很不错啦，这个。37楼一出来呢，哇，它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，这个大美，哇，怎样过去？哦，它7点，睡眠服务7点到8点，晚上 ，OK。哇 ，Infinity Pool 哎，那个，它有的冲凉，这是什么 ？Sauna 吗？懂。哇，这个也可以看到这个景色，然后还可以看到这些的景色。不错一下，是哦，什么？没有，这样的价钱，这样的价钱，比你低不？是哦，还有条达沃的 view 哦，哦，原来那边可以拿毛巾的，嗯 ，OK， 我们去别位，他的 gym room 呢是在这边，然后我们是刚才是从这个桥过来，所以游泳池从那边过来。哇，他的 gym 的时间呢是早上7点到晚上10点。OK， 他其实他坐在这里做 gym 嘛，很舒服哎，他的 view。是，小西西。